哎，那定成其实我也想好奇的，就是问一下啦，因为就是医生这个行业呢，对很多人来说就是，社会地位高嘛，对不对？然后赚钱又多，然后又是一个很高尚，然后就是很 noble 的一个 profession，就是一个专业嘛。哎，那其实我就想问了，当医生是不是你从小的一个愿望，然后现在算是一个梦想成真这个样子？哦，好奇问一下，对。其实没有啦，就是我在高中，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方向，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读什么。其实我比较会走进医科，还是自己父亲的对这一方面有一些期待啦，他比较希望我念医科。所以这基本上来讲，自因为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嘛，就念什么都可以嘛。反正原本是想要念商科，因为很多同学去念商科，后来就是到了台湾之后，就是 可能就照着父亲有一点期待，就是说不然就是念医科了。我也忘记是怎么样的情况，是不是有很确实的在讲，或者是，反正就有一点因缘故，我感觉到是这个是比较以前不清楚自己要什么，不过父亲有一点这样的期待，就往这个方向去走。不过走出来之后，的确觉得这个是适合我的一个行业，对，这个 OK，事业，对。所以定成你看哦，有时候阴差阳错也是不错，然后有时候被家里，然后被长辈啊，被父母，然后灌输一些概念，好像也不错。就是我们在学习中，我们知道嘛，就是感觉上就不知道怎么样的，然后好像就是那条路走着就被走出来了。然是。后刚才我们就说，医生蛮赚钱的嘛，对。然后那个丽君就说律师也很好赚，那这个我就要反对一下，律师怎么还是差一点？就是你看哦，唯一的差别在这边，就律师开价的时候呢，顾客会杀价，但是医生开价的时候，就是一般上病人就不会还价。其实老实说，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是觉得律师好像是都可以开价，就是一般上我们，当然了，就是数额大的时候会再谈。不过我们很多也有很多患者也是会在讲，他经济不太好。我们自己也不好意思，是说一定要怎么样的一个价格，其实很 flexible 的，就是我们医疗方面其实看每个人的做法了，但因为每个医生自己的做法也有不一样。对啦，对，其实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啦，就是定成，我认识定成没有很久吧，其实应该就是大概2年多的时间嘛，对不对？应该是2年多啊，就是我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应该是在台湾的时候，我猜应该是在二去零一九年，应该是2019年1月的那个课程年。啊，对对对，所以定成给我的感觉一直以来就是，看起来就是比较严肃，然后有点不苟言笑，然后即便是他要笑的话呢，他也是会翘起他的那个嘴角，然后稍微就是微笑一下而已，他就不会像我们就是这种像北七像白痴一样这样子的大笑啊，所以这是定成一直以来给我的一个感觉，所以丽君才会在那个。留言区那边说，蔡医生笑一下，对。没有，其实我是比较怎么说，跟自己很亲近的朋友，我是可以玩得很疯的我其实很爱玩的，很爱玩，很爱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其实我们的印象里面，在中学跟大学都是爱玩的，可是
是不是职业的关系造成就是自己变得比较严肃、嗯、可是私底下我还是非常爱玩的，可是大部分人其实都会感觉到我是比较严肃的、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得这样，不过其实从小到大我是超级爱玩超级好玩，所以喜欢玩的也喜欢开心的啦，开心的只是可能是职业的一些的，就是会因为常常在跟患者在讲解、嗯、都是比较正经的比较严肃的一些的课题，对，有可能是这样啦，可能就变得比较严肃，不然的话、嗯、可能我在家里我太太就知道我有些时候跟朋友玩起来是疯疯癫癫的对对啊，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啊，就是蛮有弹性，蛮有伸缩性的嘛，对不对？然后然后我又就是八卦嘛，对不对？我就喜欢问问题啊，所以我又继续问定程。哎，定程，那当初哦，就是好像也不知道念什么好，然后后来就念医嘛，对不对？然后就学医，然后就出来当医生。其实你刚毕业的那个时候啊。那你当医生有没有为自己、就对自己 有什么期许，还是当初当医生的那个初衷又是什么，就是有没有一些很伟大的抱负啊？对，俊逸太会讲话了，就是讲的都比较容易逗人家笑的。其实我觉得我从来没有什么 很大的一个抱负了，不过我觉得我念医科念对的一个东西，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是 我有非常大的好奇心，我很喜欢什么东西我都喜欢，所以可以说以前因为我们在实习或者是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走很多不同的科别，嗯，我走任何一个科别我都会喜欢上这个科别，感觉上我都想要留在这个科别，会很投入了，会很投入，不管是内科外科这些内科外科特别啦，小儿科跟妇产科差不多啦，不过内科外科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外科我都觉得我会投入外科，可是后来又走进了内科，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动的，所以我手术协助或者是什么的时候、嗯、其实会很投入，所以我觉得投入的话其实是在于就是说在知识面方面会自己会想要学习的更多了。我觉得好奇心很重要了，我现在也还在持续，有些时候都在一直在上一些不同的一些的课程，除了这些包括身心灵的课程。对，对，我觉得蛮有趣的，其实是有一点医学，就是因为对于人体身体的一些的了解，然后又进入一些身心灵的这个部分，所以我有些时候觉得在学医的有一点点、嗯、我们在讲那个很特别的一个那个这个很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礼物啦。对，我觉得对非常好，就是我就是定程给我的印象也的确是这样子的，就是感觉上在你人生的不同的阶段，然后包括现在你已经职业了大概二十几年，然后在走过来的这些日子里面，好像学习从来都没有间断，然后从刚才定程说的内科外科，然后包括我觉得今天我们真正要聊的就是在诊疗室里面跟病患的这个对话的话，就是定程也朝向身心灵的这个方面去探索，包括就是从自己跟病患的这个对话，跟病患的这个关系，还有就是病患的家属，然后包括对于自己的一些看待。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符合了定程一直不断的在求知识，然后不断在钻研一些不同的东西。那是不是也因为定程你的这个这样子的心态啊，或者是这样子的态度的话呢，所以你也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说你要特别去钻研
任何一方面的这个医学，就是没有想要当专科的意思。其实也不完全是了。其实我觉得，其实是在做医学的，就是在医院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也是同时是在进修的。那当时我自己本身我也是有想要往那个外科或者是内科的专科的方向去走，但后来是比偏向内科。可是在因为持续都还是要在考试嘛，可能有一段时间那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不想待在医院了，所以那时候就自己想要出来做这个GP， 就是这个家庭医生。所以就离开了这个医院的系统之后，就没有真正再去走。其实我都无所谓的，其实走专科各方面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这是一个。不过我觉得在做家庭医学，但后来因为我自己也去新加坡做一些皮肤科的这些的进修，我觉得其实的确是是会路比较广，然后接触的形形色色的也比较广，所以都蛮不错的啦。所以好啦，现在我们就希望呢，就是现在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这些朋友呢，就是跟平时我们去看那叫卖的场一样哦，我们还是要大家帮我们分享出去，然后刷一排爱心，哎，一排应该是不够啊，要刷两三排爱心，对。然后定程要把家人啊、老婆啊、然后儿子啊叫出来，然后马上打开手机，然后一起来收看我们今天非常精彩的这个 live。那我们刚才就聊到嘛，就定程的一些背景，然后当然就是已经从医二十几年了。然后其实你还记得吗？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发现到就是学身心灵，就是或者是应该是这样子问啊，就是有没有特别的一个事件去启发或者激发你想要朝身心灵这方面去学习？OK，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因素了。我其实是在2013年陆陆续续接触赛斯身心灵。对，包括跟蛮多个老师的，就是台湾的老师的一些的课程，包括徐天胜医师，然后才会在2015年正式进入这个比较系统性的一些的课程啊，就是从一些初阶的、进阶的、高阶的这个的一个方式在走。其实当然，我觉得人有很多的一些的想法，可能在那个时候其实会觉得自己应该是开心，要开心快乐的啦，可是就是有一些因素会绑住着自己，就觉得好像开心不起来，快乐不起来，所以其实觉得自己物质各方面其实都已经是不错的，那就会进入去要去找回自己的这个后来其实就是说在喜悦了，当然因为更早之前我也非常投入在做一些志工的行业那个这个志工的一些的事情，对，也做了很多年，其实是付出很多，也是在当然这个也是一些的佛法各方面的一些配合的学习了，的确是付出很多的过程里面收获很多，也很开心。可是营业业里面其实是觉得就不够到自己，到最后还是要回来到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付出在帮助别人的确会开心，对，会很喜悦，然后很有意义，也很有成就感，也在做有意义的这事情，可是到最后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内心里面，所以有些部分就是还是觉得拿捏不到的这个部分，对，在身心灵的部分会听到一些东西觉得不错的，所以
慢慢也经过一些时间，2013年到2015年这段时间是慢慢让我进去，到最后我觉得我一定要进去了。嗯，对。所以其实定成我好奇 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说，那其实原本你开始去朝身心灵这方面去学习的话，你带着的那个想法就是跟期待，就是你只是要想为自己多做一点事情。对，所以你是没有意识到，可能你是没那个时候是没有意识到说，哎，在身心灵的学习，可能对于你行医职业这一方面呢，它会有所帮助，对不对？没有，其实对，的确是身心灵的最大的目的，其实是在想找回自己了，找回自己。其实很多东西我们是慢慢过后才会比较明白的，就是。我们其实原本只是在学习嘛，只是觉得有一些的这些方面的需要，可是在学的过程里面很多一些的震撼的部分，其实是在于去了解到自己，其实自己可能有内在有很多的不开心或者委屈的一些的部分的自己没有办法去理解自己的部分的慢慢去打开。那至于在医学上面、医疗上面的，在跟患者的应用上面，哈，可能一些癌症患者或者生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那个是后面其实是因为自己有这个一个我们讲的大致上有一个底蕴了，就是说，我们有受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洗礼了，哈，这么讲。对，经过这个过程里面之后才会知道，才会发觉到人的内心的世界其实是层次有很深很深的，就是说我们在头脑跟内在心灵里面的一个转变层次非常的精彩。精彩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会一直在发觉到自己的想法跟一些的感觉、情绪、感受，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一层一层的去看，一层一层去发掘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我们才会发现那个深度很深。当我们有一定的深度的时候，我们就很比较容易去感受别人的情绪感受。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要给人家快乐，我如果不快乐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给别人快乐，或者没有办法教人家什么是真正的快乐，或者是我们不是说在于一个物质上面的金钱的快乐，对，是内在的，就是说我们有经历过的我们才能够给出去，因为我们有真正有一个体验过，有一定的深度的感觉了。那个 对定成就不好意思就打岔一下，就是对可定成在告诉我们的会不会，我猜啦，就是像是一个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今天如果我们自己本身能够从学习开始去拓展我们不同的这些情绪感受的话，那我们就会更有办法的去敞开。然后当然在于你的就是行医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更加的容易能够去体会到你的病患，就是你病人的一些感受，而不会就是像我们一般上在生活中很多人就说，哎，这本来就是一件小事情啊，为什么你要生气啊，这是一件小事啊，为什么你要伤心啊，就是可能你会更加容易的去同理你的病患，然后呢大家就比较有那个有办法产生那个共鸣跟连接。它会是一个这样子的状况吗，定成？是真的。其实我有些时候这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是一种能量的交流。嗯。所以当我们有一些的这个的学习，或者是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练习，我们一直在发掘自己去看到自己。比较深层的不同的一个层次的时候，对，像我很多时候有些时候我会感觉得到这个患者的有一些的困难，
或者是有些这我们讲不容易了，就是说有一些问题他可能讲不出口或者是怎样的，或者是有一些的情绪的，有些时候我们只是会轻轻的就是问你怎么了或者是你怎样，当然这个是在看诊的过程里面，有些时候跟患者的这个感受的一个交流的话，很多患者其实是他情绪很容易就流露出来，就是说会，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一种能量的一个交流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在问他这些的情况很多细节的东西，有一些患者他比较就能够带动到他的一些的情绪感受，让他的情绪能够流露出来带出来，他就比较容易去讲到他真实的感受，或者比较愿意去敞开他自己，这样的话我们才比较容易去协助到这个个案或者是患者。当然有些时候是在很短的一个时间里面，可是很多人其实是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来去协助让他们去看到一些的问题。我们在讲不是解决，是在协助他们去看到他们的问题。所以丁晨，我一个好奇的点是，好，因为我们刻板的印象啊，就是对于我来说啦，我对于医生的印象就是，医生其实跟律师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你不要跟我讲太多东西，因为我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是非常对啊宝贵的，这些全部可以算钱，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哎，你有话就快点讲。好，今天你生病，你来看我，那医生直接就问，好，来，今天生什么病？哦，头痛。痛了几天，怎么样的情况之下痛？好，没有事了，好，就去拿药就可以走了。普通的病，那可能再严重一点的，可能医生觉得说，哎，做了扫描之后，哎，可能你心脏有一点点的问题，然后可能你要继续的，就是去进一步的诊断啊，还是什么的。然后感觉上医生就是，我直接就是对症嘛，对症下药，或者是我直接就只是针对你的那个病情，然后告诉你说，哎，我的看法是什么，然后你应该要怎么做。感觉上就不太会有医生就是跟病人会有更进一步的去交流，或者是更进一步的沟通。因为这样子的话，我自己想啊，所以等一下我们又邀请定晨来回应我们一下，就是哦，比方说今天在诊疗所里面，定晨生意非常好，就是很多人生病，他生意非常好，然后大家都在排队，然后就是好几个人在排队，如果定晨每一个病患还要去跟他聊天，就是聊身心灵的话，哎，那有一些人可能要排几个小时才有办法见到你。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可能大家都比较好奇 的一个点。哦，我继续抛问题哦，定晨，因为今天我就觉得，哎，这东西非常有趣，然后我就喜欢问问题，然后继续问，就是，好了，问到我也忘记了，好，定晨先回答好了。其实是几个层面来讲了哈，第一个其实是说简单的，我们其实要引导患者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第一种比较基本的啦，就是患者他来，有些患者也爱说话的，他会讲很多太多故事，可是我们知道那个不是主要的问题，我们会去引导他，会问他这个他的问题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怎么发生，多久的情况，然后中间带有什么的问题，看过什么医生，做了什么治疗，然后有什么改善或者没有改善，这一类的情况的话，我们需要去引导个案的，这是第一种。对，第二种其实我的诊所的患者大致上会知道，其实是说我的患者只要有需要的，我其实没有时间限制的，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可能多需要。所以我很多病人其实不是在疫情的时候，如果患者多的时候，有些时候等一个多小时、一个多两个小时都有可能。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大家都是平等的，意思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我是同样是给你同样的一个服务。对，就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我需要讲解多一点的时候，
所以其实就是特别就是在医疗的治疗的上面的话哈，其实我们经验比较老道的，其实我们会去看到，其实讲解病情，让病人了解，其实是治疗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当然以皮肤科的病人来讲，我常常看很多的病人，其实看了很多医生，为什么其实他的皮肤一直治疗不好？对，因为其实是很多时候是皮肤病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情况，你一看你一知道你就是知道。我还没有在学习皮肤病之前，其实你看不懂了，你看很久，看半个小时你也看不懂。你看得懂，你只要一看下去你就知道那个是什么，然后你就知道要怎么做治疗，要治疗多久的时间，可是患者不知道啊。所以针对类似像皮肤科这样的问题，我们常常需要跟病人在讲。所以因为我也很幸运啊，可能我看过很多一些的医生，他们的方式很特别，就是像我的皮肤科的书是翻到烂的，因为我每次都会翻给病人看，你的问题就是这个的问题，跟他一模一样的问题，所以病人一看他就有信心。第二个就是让病人去拿这个病的名称，而鼓励他们你自己回去看了解一下。第三个就是说你治疗的方式，你预计你要治疗要多久，这个治疗有些人很慢心的，我会直接就在讲，你要很有耐心，你这个可能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可是你可能治疗了一个月之后你会改善，然后你不要立刻就停止，或者是你可能只是表皮的改善，你的内部没有改善，你需要更长的时间去维持。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其实能够协助到患者对他自己的病情有所了解，第二个他自己也有责任去了解他有什么的问题，不然的话只是我看了我懂了，我只是给你药，你到柜台里面拿药还钱，很多患者其实回到之后其实他们的病情不会好，原因是在这里。那当然也有很多的患者，有些时候他们可能是因为他们可能住院了，不管私人或者是政府医院，当然有可能情况是这样了，因为可能有些时候医生有一些是忙，或者是解释的有些时候不一定会很到位，所以有些人会拿着一些他出院的报告来问我到底这个是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用画画的方式来画出来，让患者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或者是说有什么网页，现在你很容易去看得到你这个是什么问题，你了解多一点你的问题是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是患者很多时候，这个是在治疗层面上面，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做的，这个原本就是我们的职业，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其实这个是一种也是一个习惯的培养，因为在我们在不管在实习或者是在做住院医师的时候，我们比较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们比较说是直接面对患者跟家属的，如果我们愿意花多一点时间跟患者跟家属在讲解的话，我们会培养一种能力，就是说讲解的能力。丁哲，我打岔一下，就是你刚才跟我们说的，就是你的这个方式，它其实是你现在就最近这几年才开始用的方式吗？还是你其实从你开始从医以来，就一直都是秉持着一个这样子的对待病人的方式？对啊，都是这种方式。其实我当然我很难讲是背后是怎样，当然是个人的因素。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比较倾向会跟患者在讲解。第一个，第二个，当然也有可能我背景是在台湾受教育的哈。那因为在台湾的医疗纠纷也不少，或者是本身的要求也就是对于医生对自己给予患者的。像我现在在台湾职业的大部分我的同学常常会看到他们怎么跟患者在互动。我觉得大家都很用心啊，其实一部分是用心的，一部分我觉得也有个性，然后当然第三个是环境。
环境，所以需要就是是说，环境的话其实是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就是在培养一个医生，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我觉得也很重要。所以你是觉得说，就是通过跟病患的这个沟通，他可能能够建立起一个信任的关系，然后医病关系很重要，对。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很重要的，其实是说，你其实在透过讲解患者的过程里面，你是一直在重复讲可能同样的东西。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看过了一些的病人，我们对于疾病的认知跟记忆，其实是透过我们的病人，这个病人的病情让你印象很深刻，你会记住的话，你这个病人的病情，病人的诊断，你很多的东西你会记得，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跟病人你在学习，可能你在很新进的一个医生的时候，你一直透过在跟患者在做交流，讲解他的病情的过程里面，你会越讲越好，越讲越仔细。因为你有可能你记这个患者的这个病，这个病可能有几样的东西，你要怎么去做诊断。可是当你讲的越多次的时候，你讲一次两次五次十次二十次的时候，你很多东西你是倒背如流的。对。所以为什么很多医生其实有些时候在带学生医学生或者是什么，你在教导他们的过程里面，你也是在学习的。对。对，因为你一直在把你的你要等你是在讲解或者是在教导的过程里面，你的那个观念会很稳固，很自然的啦。所以丁晨，我就是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对啊，就是继续问问题。之前呢，我们要叫现在在收看的朋友，还是要继续的帮我们分享出去，对不对？因为丁晨今天早上我在跟他稍微彩排的时候，他就没有穿的那么的正统，然后现在就穿得非常好看，然后灯光呢也调得非常的好，所以大家看起来今天定程是表情是非常轻松的，就是他跟我们平时那个不苟言笑，然后还有非常严肃的那个定程其实是有一点点差别，所以呢我们要叫更多人来认识一下我们来自沙捞越古晋的蔡定程医师啊。但是大家要记得，如果今天要古晋定程的诊所看病的话呢，可能就是要排队，因为他都会比较花时间跟病人在沟通，对不对？就好像 Foreign 所讲的，学了身心灵之后，是不是生意会好一点？所以我心里在想，生意好一点，是不是就代表比较多人生病？所以有时候我们对其他行业的，我们就可以去祝福别人，祝你生意兴隆。但是医生，我们没有办法去祝医生生意兴隆嘛，对不对？因为代表着更多人就是生病才需要去看医生。那定程，我们又回到来今天的这个题目。那刚才你在告诉我们的是比较属于你的专业、比较技术上的一些操作。那当然在过去这二十几年来，你行医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病人零零总总，不同的病情，然后不同的病况，然后有些比较好处理的，然后有一些可能比较严重的，那有没有就是一些特别的个案啊，就是你印象比较深的，然后你又如何就是透过你在身心灵学习的话呢，把你学到的这一套跟他们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互动跟连接，那或许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这些个案呢，我觉得大家会非常有兴趣，想要听一下这样子。我觉得有可能是在学身心灵之后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诊断或者治疗比较多都是在物质面上面的嘛，就是病人的这个是肉体的我们需要一些的那个医药上面的知识跟治疗。
对，可是我们比较不会，因为我们本身也因为不是在念不是在往这个心理諮商或者是精神科，当然精神科其实也比较偏向是物质面的，也是在用药物治疗，就是诊断哪一种所以哪一种精神科的问题，对，也没有在做咨询的这个方向。对，那对于我们一般上医生来讲，我们其实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做咨询的。其实当然就是包括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去看到进来诊所的夫妻的有问题的情感有问题的，亲子有问题的，或者是一些慢性病的。慢性病包括就是一些可能就是像一些癌症的患者，或者是慢性病的类似糖尿病，他可能有很多并发症，有心脏病，有肾脏病，肾眼睛又看不好，脚又截肢了，对，很苦的那种感觉，很苦，然后跟家人的互动又有很多的问题的。其实我们这个感觉上就是有一个隔阂，就是我只能做到我医疗的那个部分，医疗的部分，那其他的就是感受的部分，我们知道这个人很辛苦，或者是这个家人很担心很焦虑，可是这个有一点我们会切割，就是这个不是我的范围，我做不到，我们只是你现在来的问题是什么，我就等于是在做医疗上面的处置，所以其实很多，当然我们这边的心理諮商也比较缺乏，或者是说心理諮商的层次是在我们因为我们在学习身心灵了之后，我们会知道身心灵的一个层次的有好几种的层次，就包括就是说我们是在头脑意识的这个部分，就是说物质面的，对，我现在想的，我现在有的情绪，我现在的愤怒，我现在的生气，我们都觉得是当下的这个事情的发生让我很生气，或者让我很愤怒，或者让我很委屈，可是慢慢的话我们在身心灵的学习里面，我们会去看到其实是当下的这个生气是现在的这个的事情的发生让我生气，还是过去累积的很多的问题让我不舒服，然后我突然间就是生气，可是我也有些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一点小事我会这么生气，或者这么委屈，或者是这么难过，所以这个是慢慢就是在不同的层次一个人的这些很多的这些 的感觉跟情绪。那所以我们在进入身心灵的过程了之后，就会开始体认到，当然不是说立刻的，对，因为我们很多在学身心灵的过程我承认我自己不是那种有一些人真的是很快啊，我们在讲有点像开悟的，他可以很快的去整个生命的转变，包括很多就是说为什么癌症的患者有些时候可能真的是学习身心灵可以立刻的痊愈，这个是真实有的。那为什么很多人其实到最后还是带着病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对跟错的一个情况，其实只是说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所以意思是说我们是透过慢慢认识自己了之后，慢慢认识自己更深的一些的情绪感受了之后，我们也比较慢慢的去越来越能够去感受患者的一些的感受，然后我们比较容易去协助的就是怎么去引导他们，或者是说怎么协助他们去看到他们的问题的重心是在哪里，我们不会是说只是夫妻问题，就是夫妻两个人不和，然后很多很多纠结慢慢拉出来的，那其实是背后大家在意的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其实我们都是用头脑用脑去做沟通，我们没有去在于一个情绪感受上面去做交流，
所以等于是鸡同鸭讲，就是我讲的你都不明白，你讲的我都不觉得是为什么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彼此之间是没有办法沟通的。这个大概是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说在学生心灵之前跟之后，对于我们去了解个案跟协助个案的一个不同的一个位置。就像我假设是说今天假设我诊所来了，就是说这一个个案，这个我这个小女孩大概就是10岁，大概就是一个慈善志工带着来到诊所来看病的，因为这个妈妈也是一个被照顾户，那这个妈妈自己在怀孕，然后身边带着4个孩子，身上抱着一个才2岁多的孩子，然后身边跟着3个孩子，然后肚子怀着一个孩子，然后孩子4个孩子跟怀着的孩子其实都是不同的爸爸，大概有3个爸爸。那问题就是在于就是所以这个几个小朋友就是都是皮肤的问题，就是都是一样，就是细菌感染的，就是彼此之间互相传染的。这解决了之后，其实就是可能志工就会问说，哎，那这个就是说一个那个小女生那个10岁的小女生非常顽皮，一直被学校老师处罚，老师是说要让他去看那个精神科医生，所以那个志工就问我有什么医生要怎么去转介吗？那其实我们真的会看到生命的不容易。那这个小女生在我看诊的过程里面就看3个孩子，对，3个孩子的皮肤的问题。那这个小女生其实是一直在旁边动来动去没有停的，就是一直在捉弄她的弟弟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 的情况。对，所以弄到小朋友哭了哈，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在哭就有点乱，我就有点生气，我就叫那个小女生是说你不要再捉弄你，比较严肃的在讲，你不要再捉弄你的弟弟。但这个小女生就乖乖站了一下子，没有一两分钟之后，她又在开始又在捉弄她的，所以妈妈又要再骂小孩子，又在哭。所以好不容易看完了之后，其实就了解他们的一个情况了。那这个小女生其实等于就是前夫跟前夫生的，所以那个志工就在讲，哦，这小女生很可怜啊，她其实在她的婆婆家住的时候，就是她严婶，她自己的父亲跟她自己的祖母那边住，就是妈妈跟前夫离婚了之后，就是到那边住的时候，其实他们常常被他们虐待，被自己的家人虐待，等于就是没有饭吃啦，还会被打啦，打进水沟什么这一类的东西。当然这个东西其实志工可能是从他的那个邻居那些地方听来的了解的，所以到最后就是这个女孩子又被她妈妈又带回去，可是这个妈妈的本身的丈夫也是有问题的，就是意思就是说没有能力去照顾这么多的这些的小朋友，所以才会转介去给这个慈济这个志工团体，对，去帮忙去看顾在物资跟那个援助这样。对，所以其实后来又再讲到就是说这个小女生在不管在家里在学校打不会怕的，老师怎么去打她她也不会哭的，她也好像没有感觉这样。当然其实这个的情况其实那一刹那其实我突然间就感受很深，其实我们常常在讲的就是说身体跟我们的头脑意识分离，是在极端痛苦的一个情况之下，
对于一个这么小的小孩子啊，可能十岁，他如果他是跟他的亲生的父亲或者是跟他的婆婆住在一起，五六岁六七岁都好了。对，那这个小的生命的身体其实是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也没有生存的能力，都需要别人的帮助的。对，所以当在极端的危机，这个当然这个是我们自己在做的一个推测跟一个感受。嗯，为什么他可以打不怕打不痛？因为基本上可能他打不痛，他已经没有对痛的感觉了。嗯，这个后来我自己也在写在 Facebook， 我自己在 Facebook 上面我也是写，这个是好几年前的一个个案，因为有些时候感觉到震撼度很深，印象会很深刻，所以我们就在讲，当人在极端的时候，所以同样的就是在于，我们常在讲创伤、就是童年的创伤，童年的伤害，这个小 baby 如果他才六个月才一岁，其实他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嗯，可是如果是让他饥饿，没有被人抱，他哭，没有被照顾，他的感受，这个是一生人的一个创伤，这是内在里面的这个创伤。其实这个当然这个是有很多可能，我们有在学习的过程，我们有接触这一个部分，去了解到这个部分。可是，在我们在医疗上面的行医的上面，我们没有接触到这一个部分。这个比较在于心理方面的，就是说可能心理科系比较会去了解这个部分。那当然我们在学习身心灵的部分也有这些的元素，让我们去了解到更深，内在生命的一个机转是怎么样，为什么会造成后续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生命的没有安全感，或者是生命的一些 的害怕跟恐惧，那个是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对，那对，所以丁程，我就趁这个时候就打岔一下，然后我好奇的点是，那刚才你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个这样子的个案，然后病患过来，然后你也就是会尝试去了解一下，然后他们的这个背景啊，然后也给他们多一点的这个关怀。那是不是说就是其实这一部分都是你一直都在做的，还是你是在学习之后才更懂得如何去做，会有那个就是这是需要学习的，需要学习。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是真的是不了解 不清楚，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情绪跟感受很多时候我们分不清楚，我们也不知道。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有十个人对一件事情，我们可能有六种的感受，可是我自己感受到其中的三种，其他三种我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做一些身心灵的学习的过程里面，可能我们是一个群组，十个人二十个人，我们才会发现到，咦，原来别人也有这种感觉，或者咦，这个很奇怪，这有这么特别的一个感受或者是一个感觉，这个东西其实就会让我们去了解到，其实是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经历，每一个人的成长的过程，我们的体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故事都不一样，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课都不一样。所以对对，继续说。所以我们是透过一些的学习了之后，我们会去知道更多的一些的感受，我们才能够更去了解到我比喻来说了哈，其中我就像我们之前的其中一个老师，他都是在让我们听很多歌，那很多歌呢，你二十多个人，你在听的时候，你每个人有什么感觉，你把它写下来，
你才会发现到，哎，这个感觉哦，好，这个我感觉我没有，可是看到别人写出来之后，我才发现到我也有这种感觉，其实是有的，只是我不清楚。对对对对，它可能不是我主要的这个部分。对，可是是说，当我们去了解到自己有更多的感受、感觉，我们说感觉了哈，意思，所以我们才会在讲我们。不知道孤独的感觉，或者不知道悲伤的感觉，不知道喜悦的感觉，不知道开心的感觉，不知道委屈的感觉，不知道那种自卑的感觉。我们很多说，我们不一定是全部都要有，可是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去体验过的，或者是知道有这些的感受存在的时候，我们是比较不容易去贴近，我们是说靠近别人，靠近的意思。其实定程我觉得啦，就是在你行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其他医生我就真的不知道了。对，那可能等下要你分享一下，就是你对这件事情的看待。就是我所看到的，就是比方说我们说回刚才小女生的这个个案嘛。那当然，如果今天我是一名医生的话，我只是需要针对你的病情去给你做一个诊断，然后再给你开个药方，我的责任嘛，对不对？对。但是现在反而你要更进一步的去多一点去靠近，去贴近他们。然后，所以我一直在想说，那在你行医的过程当中，岂不是就是你现在会有更大的挑战？因为比方说，举个例子。如果今天来见你的可能是一个癌症的病患，那他并不是一些普通的这个疾病，那你除了可能要照顾这个癌症的病患之外，你是否还会就是去看一下到底他跟家人的相处方式啊，还是他家人到底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啊之类的。所以这个是我好奇的点，就或许如果你有一些过往的经验，也可以跟我们一些案例啊，还是个案，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是，其实如果是一些慢性病的哈，包括癌症，它也可以是慢性，它也可以很急性的。嗯，急性的就像有一些是白血病的病人血癌的患者，有些时候速度真的是很快，可以在一两个礼拜或者一两个月里面就是离开人世间的。对，或者是很多的一些的慢性的一些的癌症，那之后可能重复的复发，或者是已经走到末期了。嗯，就是我觉得我会，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个案其实都需要很多的一个我们叫个人化的这个部分。个人化的部分就是说包括这个人的个性，这个人的状态，这个人的跟家人的互动的关系，然后这个家人的家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看待。嗯，其实有包括就是说他现在是在什么病情的阶段，就是说他现在可能是在很末期的，已经在转移的在忍受着疼痛的煎熬。对，所以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其实多其实个人化很重要了。个人化的一个想法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对的一个方式。对，有可能这个人只是初期的，他诊断了之后，他做了手术之后，医生就宣告他这个是等于就是痊愈了有些癌症很早期是这样的一个性质。那有些人是治疗了，他可能是在第二、第三期之后需要做很多化疗啦，做电疗啦，然后之后再去追踪啦。嗯，那有一些人是连续做了很多的治疗了之后，一直在复发，已经进入的末期的一个状况，可是他还不愿意放弃，或者是家人不愿意放弃。那这些的情况，嗯，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很多患者有些时候进来，有些时候就是特别是一些比较末期的一些的患者，因为他们不舒服，身体不舒服，
到处都不舒服，睡不好，吃不好，然后又疼痛，很多其实很悲伤了，其实会觉得就是活得很辛苦，其实不太想活了。所以家人可能就在旁边，就是说妈妈或者爸爸你不要放弃，你要正面，你要有正能量，你不要放弃，你不要被打败，你要加油啊，你要继续加油。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是透过观察跟感受了。所以类似假设是说这样的一个个案已经是蛮末期的，走路都蛮辛苦，吃睡疼痛，其实这样的患者我其实最重要的我是让他们去了解的一个东西，疼痛控制是非常非常重要，减轻疼痛很重要，无论如何不管什么方式都要想办法减轻疼痛。因为疼痛会让人没有意志力，讲很多没有感受的人家人都好，亲朋戚友都好，鼓励其实这变成是很表面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要怎么样让家属也看得到，其实患者是在这么辛苦的在忍受着这个疼痛的折磨，然后心情情绪也不好。对，那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协助的这个部分，其实第一个就是类似这样的患者的话，我们是要减轻个案的不舒服，第一个。第二个其实是要去安抚他的一些的情绪，要让他重新去看到一个生命的意义是在哪里啊。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在于这个家属的态度，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就是用一种的角度让家属去了解，很多东西不是透过我们嘴巴讲加油正面其实就好了。那当然如果时间允许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会讲的比较多了哈，包括就是说要让他们去看到，其实是说很多事情，其实因为我们这个人世间嘛哈，我们其实都是活在一个我们讲二元对立的哈，我们都是好坏是非对错，我们都想要好的，都想要对的，都想要这些的东西。那我们其实如果作为一个我比较常分享的，其实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自己的话，我们同时都有好跟不好的这个部分，我们都要看到我很好，我要赞赏我不好的部分，我要去接纳他的这个部分。那现在这个当我们在讲正能量正面的时候，正面思维的时候，对，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负面的，或者是一个我们讲负的一个不好的一个东西来支撑的话，你也看不到你好的这个部分。对，所以有些时候要跟家属用比较一种这种状况去让他们去了解，就像阴阳要调和这样，我们不能只是希望我要白天，我不要晚上。晚上其实是对我们的生命的休息，对我们的生命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有晚上才会知道有白天，不是我有很长的白天我能够做很多的事情我不用休息。那白天跟晚上只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那好跟不好的东西我们要怎么去接纳它。那当家人我们很关心他的病情的时候，我们一直希望他好起来，然后也希望他不要放弃的时候，那我们有没有在想要去接纳，如果他有可能不在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心情要去准备。所以在不同的阶段，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要讲的东西有些时候真的也有一点不一样，有些患者是真的是很急的，所以有些我也会跟，因为其实对于家属来讲，其实当家人不舒服的时候，在痛的时候，或者是在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呻吟的时候，疼痛不舒服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要做一点东西，不做一点东西的话，我们心里很难过，会觉得
好像我没有做到什么东西，我很不好，我很糟糕。然后看到家人状况这么不好，我又做不到东西，又很担忧。对，所以有些时候去到医院治疗的过程，或者是在治疗的过程，其实是让一些的家人在慢慢放下，过程也是很重要。然后中间有些时候要也是要给他们一些鼓励的一个部分，就是是说你不一定是要做什么的，因为我们不做什么，我们会很焦虑、坐立不安，就觉得很糟糕。我都不能够，即使我很有钱，我也做不到什么东西，我更糟糕。对，那其实我们其实是比较鼓励，有些时候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就是说头脑的一个意识上面的层面，那我们有没有说能够进入到一些比较心灵的交流的这个部分，你可能可以陪着家人真的不舒服的时候，坐着的时候你可以握着他的手，用心里面的一个交流来祝福他。对，我觉得有一些时候其实因为在正常的一个医疗的情况之下，除非是到了医院就交给医生，大家家属会比较安心，好像是觉得能够做一点什么东西。那有些时候不一定是患者的意愿，患者就想要留在家里，他也不想要继续再做治疗受更多的痛苦，只要他当下的疼痛不舒服能够解决。对，或者甚至有一些甚至有些时候觉得累了太累了，根本不想要撑下去，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很好的这个陪伴这个家人的离开。所以有些时候需要一些的时间上面的一些的认知的，当然其实家属人如果能够被在这方面去同理跟引导，他们比较容易去在这么重要的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是很慌乱的时候，可是我们如果清楚这个是生命的过程，可能真的是要结束，我们要怎么样去让这个陪伴这个家人离开的时候，我们能够安静稳定情绪，好好的陪他走一段的话，再回过来的话，可能会觉得大家都会比较安心，后面的过程也比较容易放得下来。对啊，丁程，其实我觉得在某个程度上可能也是因为其实在学校根本以前我在想老师也没有教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就是当如果你身边有人生病还是什么，老师只会告诉我们说，哦，对对对，你要学会如何安慰别人，哦，对，你要学会如何鼓励别人。所以我一种感觉就是有时候当如果自己身边就是有亲戚啊朋友啊或者是身边的一些家人生病的话，如果我们就一直在就是我们心里我们明明就知道说，哎，这个病真的是不会再好起来的，但是如果你要从嘴里说出啊，不用担心啦，你会好的，你会好的，就是感觉好像是哪里怪怪的，就是好像仿佛就是有点落差，因为你嘴里讲出来的东西跟你自己内心的那种感受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对于整个社会的这个现象的话，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就是教育的一些工作，包括好像定程刚才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可能我们真的要让家属知道说，哎，对啊，这个就是实际的一个情况。对，我了解，就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难过，大家觉得非常的伤心，但是我们需要给这个病患的这个支持的话，可能就是一种陪伴，然后一种多一份的那个同理，然后呢就能够衔接上刚才定程准备要跟我们接下来分享的，就是我们如何去陪伴这些病患去走完他人生的最后的这一段路。那在讲到这一段呢，哎，我又激发起我的一个想法，因为对于马来西亚来说啦，
因为老师们都从台湾来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有一些台湾朋友，那定成以前在台湾念书，台湾的这个做法跟马来西亚的好像又有点不一样，因为马来西亚的话，人过世之后呢，过几天之后，我们就出殡，然后就埋葬啊，还是火化啊之类的，然后在这个人往生之前，我们也几乎什么都没有做。但是至于台湾的话，就是有所谓的告别式、追思会或者生前的告别式之类的东西。定成觉得这样子的东西，以你的看法啦，你觉得这样子的话，他是否会为这个准备要走的这个人，然后还有他身边的这些家属的话，会是一件比较好，然后让他们感觉比较舒服的事情？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安宁照顾了哈，大概二十多三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有这些安宁的照顾。安宁的照顾就是说像在欧美国家或者是包括在台湾，他们做的比较早的话，他们会在一些的病房里面病房里面他们有安宁照顾的病房，意思是末期的患者他们可以住进这个病房里面安心的，就是因为医护人员他们比较有在这一方面的训练，知道要怎么去陪伴这个患者跟家属，所以那这个患者当然知道他进到这个里面了，就准备就是要离开人世间的准备。那进入到这个安宁病房的最重要的目的其实是治疗他的疼痛不舒服，然后有医疗人员的背景在那边，然后这个一个是比较安详比较轻松，不是像一般紧急病房的一个方式。那这个家属也可以在里面在陪伴，也有一些的心理辅导师的一些的辅导协助，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安详平静和平的一个方式来去陪伴这个患者走最后一程。可是这个当然这个过程之前可能是不是多久以前就已经是在酝酿的，就是说陆陆续续都有这些我想要接受这一方面安宁照顾的这个部分，然后中间我们就这些的患者跟家属就会接受很多这些的辅导跟咨询，然后到最后一刻的时候可能他到这个的病房里面很安详的离开，家属也不会慌张。这个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部分啊。那当然就是说在马来西亚我们慢慢也有在跟上我们在马来西亚也有不少一些讲师有办这些的课程就是我们叫善终了就是要怎么样的，就是说要离开的人跟在世的人大家要怎么好好的道别，都有一些这些的课程，可能大家如果有关心的话大概也会知道。可是问题是说毕竟生病的人还是比较多，没有接触到这些资讯跟资源的人还是比较多，所以大家很多都是在一些担心恐惧害怕里面离开。对， 我觉得比较难过的一个部分就是癌症的患者尤其是末期，很多时候有身体的不舒服的时候，如果没有好好被照顾的话真的是很辛苦。因为患者从正常人生病的正常人，然后到最后卧床需要被照顾，那个拉屎拉尿那些很多很没有尊严的事情最少当着人来讲，我如果是一个男生的话，我没有习惯被照顾的，我很多隐私的隐秘的这个的部分我不习惯暴露在别人的面前的，我当我无能为力的时候，我疼痛的时候，或者我不舒服我动不了的时候，我都要别人来协助。那个是尊严的这个的放下的这个部分，有些时候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甚至也有可能可以毁掉一个人的，除了疼痛之外。所以这个的部分要怎么样去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抚，这个有些时候也很重要。
那到最后后面的，其实我会发觉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社会其实对于疼痛的了解跟疼痛的治疗其实是远远做得不够的，意思是说其实很多人是痛到死的，痛到死的意思就是讲不好听一下，就是说要忍耐着每一天跟痛过着。所以如果有一些患者他可以痛一天的话，他其实就已经想要死掉了，我根本不想要活了，何况我可能要撑到一个礼拜或者撑到十天之后我才离开世间。因为痛会让一个人的意志力崩溃，而且最重要的就是痛会消耗这个人的体力跟意志力。所以疼痛方面，我其实我很看重疼痛 的减轻跟控制，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啊。因为我自己也陪伴过，就是我自己父亲也是因为是癌症往生了哈，那所以我们经历过，有些时候会知道疼痛真的是让人家很糟糕的。那这一讲到就是是不是说在生前做了告别式或者是往生后，其实当然这个能够做告别式，这个其实要看每一个人的个性跟环境。假设在国外有大家很习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来去做这个告别式的话，大家会习以为常。那我们这边在马来西亚是比较传统的，一般上的人比较长辈的其实没有习惯的来做这些告别式的。对，比较多有告别式的也是比较多一些比较有名望的，就是离开了之后这些亲朋戚友啦或者是这些朋友来去帮他做一个追思会。对，所以告别式生前告别式当然有它一个很好很重要的一些的意义啦。意思是说真的是我知道我即将要离开了，我跟每一个人好好道别。意思是我心理的层面上我是有在做准备，我要离开的准备。这个对于患者跟对于他的家属来讲都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心理层面的一个准备。对，所以其实是也不容易的啦，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那至于在我们这边的就是往生了之后，然后就是一个很快三天几天的时间，就是一个葬礼。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样，也是在心情上面的一个转折跟准备。我觉得很多患者从生病到住院，然后到往生，然后到下葬入土为安，对家属来讲，其实是可能入土的那一个或者火化的那一个时刻。才是真正的就是说真的就是不在了。即使是在病着或者是已经在临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已经往生了。你还看到这个肉体。所以在感觉上面的一些的分别，好像就是在入土为安或者火化之后，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的感受。所以我有些时候会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在一个准备的过程跟一个程序过程里面，其实里面有很多我们的心情的变化，从慌张不知所以住院，然后要做什么，然后期待好跟不好上上下下的转变的心情。对，然后慢慢慢慢才接纳，就是说越来越不好了，我要知道的确我要接受这个事实，到事实发生了。然后事实发生的时候可能又在忙碌着一些的葬礼或者是怎么样，心情一直都没有在调试，到最后就是那一刻就是不得已，其实就是真正的就是看到就是那个生命的一个阶段。那定程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也很想问你，然后我想可能观众 也真的是很有兴趣知道，就是那面对每一个人就是生离死别的话，那从医生的这个行业，
要比我们其他任何的行业任何人看得更多。那当然殡葬业那些我们就先不说了。那对于你自己本身这个部分，那学习的身心之后或者是之前，那其实会有差吗？就是你对于你可能一些你的病患从开始来见你，然后到后来病情也真的是没有好转，然后就这样走了，然后又或者是可能真的你对他某些病情也束手无策，那你自己本身的一种心理上的状态跟转折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况？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在尽管是我们学了一些身心灵，我们会懂得做很多自己心理的一些调节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很多的患者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还是一样就会停留在人的就是作为一个人的一个价值观，其实是说也不容易去改变的。我们一直都会在检讨到底我什么做不够，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吗，我有什么东西还可以做得更好的吗。尤其是因为我像我们自己有在一个学业的背景，对，我们就会在想，所以有些时候其实有些时候不同的角度会去看，在想这个的确是无能为力。可是忍不住还是会在想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我什么做得不够。对，这个对于自己的一些病人有些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所以同样的就是在于很多患者的家属同样的都会希望就是我是不是可以做更多或者做更好。对，或者是之后会觉得我是不是漏了什么东西，我什么东西做得不够嘛。所以以人的层面来去讲的话，其实那这个的情绪感受有些时候是当然我们会比较容易去做一些的调节。那包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当然在学了身心灵，有些时候我们会在讲就是说我们会知道就是说这个我们是不生不灭的，我们一直在体验生命的。对，可是当我们有一天真正碰到自己的功课的时候，我们同样我们讲或者是在教别人的时候或者在协助别人的时候，我们都比较容易讲的。所以很多时候都要回到自己的体验自己的感受才是这个才是真功夫了。所以很多很多东西都真的是不容易，只是说也很感谢就是说在身心灵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里面会让我们去感受到生命的丰盛，生命的丰富，然后这个生命真的是很特别，可以让我们做这么多的体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在学习了身心灵的之后，我们除了物质方面的东西，其实我们会觉得精神心灵层面的，我们才会去发现到人的思维的层次，由表层到深层的，其实是真的很有意思，好像一个宝藏，让我们自己去发现我们自己的部分。对，所以今天的这个开讲啦，然后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定程来跟我们分享他从医的整个过程，包括就是他如何这一路如何走过来，然后身心灵学习方面对于他从医有什么样的帮助，包括跟病患家属的一些相处，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如何跟自己相处吧，我猜。所以在我们结束之前呢、那定程要不要来做一个总结，然后有什么想要跟现在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想要跟我们大家讲。
要说的，其实我也是常常在鼓励我自己认识的亲朋好友了哈，或者是说自己的家人，也在努力引导他们，就是有机会走向这个身心灵的学习。当然这个是每一个人的因缘跟时机，因缘跟时机很重要，因为这个东西是我有需要，我想要去学习的时候，其实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可是当然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会碰到很多就是这些一起学习的这些的同学朋友啦，其实很多人是有状况的，不管是生病或者是有状况，包括我自己，我也不认为我是好好的一个人，我自己会去想要去学习身心灵。所以我觉得身心灵是学习，是每个人生命里面的一个礼物，是给自己的。可是动力在哪里，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是要在有问题，或者我们觉得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才去学习。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困难的状态，包括自己可能是夫妻亲子或者是事业上面的问题，不妨尝试可以走进这个身心灵的这个我说殿堂，真的是探索自己，做自己的探索，我觉得去发掘自己，了解自己更多。不然的话，其实人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然后很多的情绪感受上来的时候自己坐不住也不知道在哪里然后我们很快的让这些情绪感受很快的消失流走，然后下一次又再来重复，一直在让我们生命很困扰。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让自己可以过得更好，或者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怎么让自己生命更丰盛，对，更喜悦这个是我觉得我常常在鼓励，其实我很多患者我的很多的病人有一些状况的，我其实都会让他们加入一些的那个像赛斯身心灵学习的一些的群组，或者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的课程，对也在让他们知道。好，所以呢我们要再次的感谢定程非常非常诚恳非常真诚的分享，就像老师还有一些同学然后在留言区里面留言所说的一样。那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每一次听定程讲话我都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就是定程感觉上就是一个宝库吧，应该说那他就是把自己有自己懂的东西，就是他会一直在分享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这分享里面呢，我觉得我们可以获益很多。所以大家也会发现到今天的直播，其实定程已经准备好他的那个材料了，然后就直接在荧幕前，然后把它呈现给大家。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生命中有太多的不容易了，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定程虽然是一个西医然后从医多年，但是也很愿意的从在身心灵方面的学习，希望呢能够为他自己还有他的那个病患跟病患的家属带来更多 的不同 的医疗的方式，还有达到一个连接的一个效果。那在这里呢要再次的感谢定程今天来为我们做了一个半小时的分享，那也要谢谢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这些朋友。那希望呢下一次我们有机会呢能够再一次的邀请定程呢来参与我们不同的这个环节，或者是为我们分享不同的课题。当然在结束之前呢还有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今天又忘了介绍我自己，对各位，我叫君怡。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大家如果对我们新时代生命教育的任何一个环节有兴趣的话，都欢迎大家继续的浏览我们 Facebook 的这个网页，包括我们有每个礼拜三的团聊，题目呢是由同学们来定的。然后呢我们也有每两个礼拜一次的读书会，就是我们现在在上着是彼得列文的这个一本书，就是跟 SE 有关的
的书，那是我们的读书会。那每个礼拜五呢，我们有老师亲自教导的那个24堂课，包括我们也准备就是我们跟中国中科院那边呢也签下了就是一个配套，然后也有一些心理的课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受到了美国 SE 的这个认证，然后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家的这个 SE 课程的认证机构。那如果呢大家给力，然后我们学员又足够的话呢，那我们就能够正式的在今年呢就开课。那讲到这里，再次的感谢大家的参与，然后呢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那当然在马来西亚的朋友呢，疫情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好转的迹象了，因为大家已经开始打了就是很多人都已经打了疫苗，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呢能够继续的就是遵守我们这个防疫的标准。那至于在海外的这些朋友呢，包括来自新加坡啊、香港啊、台湾的那大家都感觉上现在非常的太平，那就继续的保持keep it up。那在这里呢，再次的祝福大家，再次的感谢大家。好，我们的今天的 live 呢，就到这里结束。好，拜拜，拜拜。